的士坎薄翻侧，凌空弹起三米，再打多个跟斗，继而跌落马路，真系触目惊心啊！事发在星期一晚上11点左右，一架的士驶至海富中心对开的时候撞薄翻侧，救援人员赶到现场，的士司机已经自行爬出，另外一男一女乘客在消防协助底下由车厢爬出，事件中三人受轻伤送院。意外发生之后，现场碎片散落一地，车内的物件亦都跌出车外。多名途人见状，纷纷上前了解和协助，而尾随驶至的司机亦都报警求助。